风云无忌大吃一惊，这种龙骑士以前从未见过，从他们的实力来看，绝对要远远超过一般魔族精锐。心中略微估算了一下，风云无忌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那些火龙一口火焰就可以灭杀数以百计千计的魔族。轰隆隆，斯提拉古战场的另一头，数以万计的高大魔神从浓雾之中慢慢地走了出来，那些魔神身后一个个身着黑袍的战争祭司吟唱着阴阳顿挫的咒文，手中执着一条条铁链，铁链的另一头连着一块三角锥形的铁块，那铁块半红半黑变幻不定，再绞在一起两根铁条上会刻上古怪的黑色图腾。战争祭司们一边吟唱着咒文，一边挥舞着手中的铁锁，铁锁在头顶滑动着圆圈，发出呼呼的风声。在三角锥头划过的地方，空气中残留下一线线红色细丝火焰，战争祭司便慢慢地走近着，全身宽大的黑袍随风舞动，裸露的手臂上同样绘刻着复杂难明的图案。轰隆轰隆，大地震颤，一阵巨大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风云无忌的魔石一扫，发现赫然是乙方的重大魔神赶到。这些魔神的身躯是如此之庞大，而在他们眼中，所有魔神级以下的魔族都是如此的卑微，以至于他们就像没有看到一般，大步踏来，一步便是数十丈距离，一脚踏下，许多来不及躲避的魔族就此化为肉酱。原本整齐的队列立时变得散乱，众魔族士兵四散奔逃，一个个目光充满了恐惧。风雨无忌没有去约束，一种相当不好的感觉涌上心来。转过身，风云无忌扫了一眼那密密麻麻魔帝属下，暗道：恐怕本帝又得做回光杆魔帝了。如此宏大的战场，我们这些家伙都是炮灰的角色。哼，一场大战，随随便便能死上几十上百亿的，估计他们也活不下来了。本座也顾不得他们，保命要紧呐。目光扫了一眼两侧满是兴奋跃跃欲试的魔帝，风云无忌的心中冷哼一声，脸上掠过一丝邪意，待会儿死的就是你们，本座可不奉陪。撒哈拉王朝先派到斯提拉古战场的都是些原本被风云无忌征服追杀的魔帝，那些突然出现的魔族一个都没有。风云无忌正思忖着待会儿怎么保的性命，突然一股危机感传来，想也不想，风云无忌以闪电般的斜掠而出。就在他掠出的刹那，一只巨大的黑铁般脚掌从空中踏落，堪堪以毫厘之差贴着风云无忌的身子踏落。轰，大地震动，地面露出一个巨大的塌陷，在风云无忌原本站立之地，一个头生三只犄角的魔神站立在那里，眼睛看着前方，似乎根本没有发现差一点一脚踩死了一个魔帝一般。风云无忌漂浮在虚空之中，身后披风急剧的摆动，杀戮面甲之下，风云无忌眉间布满了阴云。他妈的，这帮混账魔神仗着个头大便无法无天了，总有一天本座要将你们一个个吸成人干。嗖嗖，两道锐啸声从两方远远的传来，眨眼之间两根巨大的旗杆从云天之上射落，轰的一声，两杆黑旗斜斜的交错而过，插落在地，黑色的旗面上一只绣着地狱之火，一只绣着一只银眸，两面旗帜上都刻满了独特而繁复的符文。两道交错斜插在地的旗杆上，一道道网状的电花上下窜动，从侧方看，两根旗杆敲着之处，虚空之中一道道电花闪烁，啪嗤的声音连绵不绝。
两根旗杆与地面相交之处，其中的一根迅速变红，另一根迅速化为银色。以两根旗杆为中心，两圈不同的波纹向着四面轰散开去，轰轰轰轰，波纹交错之时惊起了漫天爆炸之声，碎土溅起了百丈之高，两根旗帜所处的空间同时变得模糊起来，一道道巨大的空间涟漪泛开，轰，两根旗杆正中一道魔气冲天而起，如金顶吐水一般直冲云霄，魔气贴着苍穹向着四方呈圈状泛开，轰隆，天空以那魔气柱冲天这处为中心，密集的银蛇向着四面沉扑开去，与此同时两只旗杆同时向着两侧离去，足足离出去四五十丈才停了下来，远远的隔而相望。进攻！虚空之中一个洪亮的声音传出，那是一个头长犄角的高大恶魔，便在他的一声令下之时，站在最前方的部署快速的冲出，一脸的兴奋。在他们身后，撒哈拉王朝的正统兵力却是一动未动。这些个混账白痴！风云无忌暗骂一声，右手高举过头顶，随后骷髅十字剑带着一声摄人心魄的声音自空中滑落，身后滚滚的魔族士兵若海潮般向前涌去。风云无忌的心中哀叹一声，心知自己好不容易建立的王朝这次只怕要死光了。几乎是在东方魔界魔族出动之时，另一边数万计的龙骑士驾驭着火龙御空而来，数万道的巨大火焰柱看得人心惊不已，整个阴暗的天空都被照得一片火红。你为什么还待着不动？一个巨大的声音从风云无忌头顶传来，风云无忌抬起头，看到一个巨大魔神满脸狰狞地死盯着自己，那只巨大的手掌张开虚对着他，似乎一旦他的答案不能令他满意，马上一掌拍死。操，本座为什么要跟那些炮灰在一起？风云无忌心中怒骂道，但这句话却是不敢说出口的。尊敬的魔神，属下对撒哈拉大帝非常的仰慕，非常希望能观瞻到最伟大撒哈拉大帝的真容。那黑脸大魔神的脸上出现了恭敬的神色。撒哈拉大帝，是的，那是王朝最伟大的存在，也是离魔界最崇高的黑暗主神最近的大帝，我们要忠于他。嗯，那是。风云无忌连连点头。哼，伟大的大帝哪是你们这种蝼蚁能够观瞻的，去，快给本神上战场去，贪生怕死，本神先斩了你。那魔神眼神一转，目光却是流露出一股蔑视的神色。风云无忌心中大骂一声，背后恶魔之翼抽出，啪嗒一声，在那魔神动手之前扇动着恶魔之翼，快若流星般的掠出。风云无忌飞出百丈之远，便将气息收敛，直接一掌拍死一个魔族，抢过他的长戟，然后将骷髅十字剑插于右大腿环扣之中，抬起头混在密密麻麻的魔族大军之中向前跑去。哦，天空那数万的火龙盘旋着猛然俯冲而下，随后大片的火焰在魔族战士之中铺陈开来，无数的魔族战士在第一波喷吐中全身着火惨叫着，不消片刻便化为熊熊火焰烧成焦炭。那些火龙盘旋，龙背上的骑士猛然一拉锁链，那火龙便笔直地冲上天空，留下地下大片大片的空白，以及一堆堆燃烧着残火的焦尸。那被火龙清出的空地眨眼之间便被淹没，大军前进的速度并未减慢。眼前对面一个个魔神大步踏出，魔神两侧海量的魔族精锐
手执长戟，快步涌来。风云无忌的眼珠一转，一边漫步向前跑着，一边向侧方，路上所有挡路的全被风云无忌利用杀气硬生生地震碎了体内经脉。在这种大规模的作战中，个人的作用实在是太小了。在这种时刻，风云无忌想的不是怎么杀敌，而是先保住小命。神级的魔石只能让他先知先觉，必要的时刻还能保命，但神级的威能是需要功力支撑的。一副魔帝级的躯体在这场涉及到两个魔界大势力的征战中，实在算不得什么资本。约莫估算了一下，偏离了主战场，风云无忌立即抛掉了长戟，身子一沉便没入了大地之中，一路破开层层泥土向下沉。一股股腐臭的气息扑鼻而来，泥土之下埋藏着无数的生锈残兵断戟，这些残兵断戟都被风云无忌一一的撞开，没入旁边的泥土之中。体内魔气涌出，在上方一震，便将那豁口周围的泥土震松，四周的泥土涌来将洞口淹没。同时风云无忌将体内的魔功透出体表，融入头顶的泥土之中，使得地面看起来尽量结实，不至于让自己被别人发现。风云无忌盘坐于地，将气息尽量收敛，与此同时庞大的神识已然破敌而出，观察着整个战争的局面。嗖嗖嗖嗖，风云无忌的魔石刚刚破地而出，便看到满天落下的箭雨，瑞次声中无数魔族被钉死在地上。轰隆轰隆，两声巨响从斯提拉战场两侧传来，一阵阵阴云爆开在古战场的两侧。风云无忌感受到了一丝丝熟悉的气息，那是黑暗金字塔的气息。乌云之下，两座庞大的黑暗金字塔出现在战场两侧的边缘，八根巨大的铁索与大地相连，庞大的黑暗金字塔顶端不时地爆开一团团黑色闪电，那闪电便沿着四面体的外墙一路窜下。阴韵的魔气从黑暗金字塔内溢出，轰隆，斯提拉古战场上方密布的阴云之中，一团巨大的闪电突然蹦出，随后毫无规则地向四方铺陈开去。几乎是在同时，风云无忌发现两座黑暗金字塔所在的空间突然晃了一下，空间似乎有刹那的扭曲。小心翼翼地把魔石延伸过去，在那黑暗金字塔的边缘，风云无忌没有感觉到如初始那种恐怖毁灭一切的气息。魔石再往前递延了数丈，再数丈，依然没事儿。当风云无忌扫过一座黑暗金字塔的外延时，一种明悟突然从心中升起，这根本不是自己见到的黑暗金字塔本体，而是某种类似于幻体或者说投影的存在，一种近乎真实的存在。黑影金字塔投影所在的空间透露着种种的古怪，风云无忌总感觉到似乎有什么自己没能察觉或者是没感觉到的东西涌入到这黑暗金字塔之中。要是本尊在就好了，弟弟，风云无忌不无叹息道，心中却想起了本尊的一个技能破妄阴谋。这种技能几乎能看穿任何潜在的东西，包括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但分神之后，风云无忌所得的只有吸星大法，也是最适合在魔界生存的吸星大法，意念剑体大法却是没有得到。一股危险的警兆从心中升起，风云无忌立刻闪电般的将魔石收回。在收回的刹那，魔石和另一道强大的魔石擦过，风云无忌浑身俱震，灵魂如遭重击，当下再也不敢怠慢，知己已引起了某些强大存在的注意，赶紧将魔石收回，良久都一动不动，生怕被发现一点破绽。
幸好啊，庞大的战争带来的混乱给他做了最好的掩护。一道雄厚的号角声从远处传来，远远的传入泥土之中，风云无忌的双耳之中随后是一阵剧烈的大地震动声。风云无忌心中一动，知道撒哈拉王朝的大军终于出动了，等候许久的机会终于到来。弟弟杀戮战甲之下，风云无忌的脸庞因为兴奋而狰狞。第238章，破地而出。数千根绣着地狱火的黑旗从斯提拉古战场的一侧滚滚而来，如同潮水一般平推而来，轰轰的震动声响彻大地，整个斯提拉古战场都在这脚步声中剧烈的震颤。在那滚滚黑潮上方，魔气涌动，大地与乌云之间，无数浑身魔气缭绕的高等魔族震动着恶魔之翼，手执长戟，目光一片狰狞地望着空中的龙骑士。密集的恶魔獠牙爆出唇外，时不时舔舔嘴唇，发出兴奋的叫声。这才是撒哈拉王朝真正的实力，不论在杀气还是在气势上，都远非普通魔族能够比拟的。便是他们身上的黑甲，也是统一制式的精锐战甲，远非普通魔族所能比拟。转眼之间，撒哈拉王朝的庞大军队混杂着高大的魔神便进入了战场的中心，前方所过之处，无论是哪方的战士全部格杀无论，其势若破竹，莫可匹挡者。所过之处人仰马翻，血肉横飞，几乎是接触的瞬间，便数以千万计的魔族倒在背后刺来的长戟下。另一侧，几乎是撒哈拉王朝主力军队出动的同时，尼古拉斯王朝的军队也由斯提拉战场的另一侧涌出，像海潮般向着中心战场推进。风云无忌强自忍耐着冲出去的冲动，心中狂叫道：忍一忍，再忍一会儿就快好了。斯提拉战场上空笼罩着密密麻麻数也数不清的强大魔石，许多强大的神魔都在关注着这场战争，其中就包括风云无忌的魔石。一道道魔石全神贯注于这场战争之中，大家互相之间互不关注，也没有动手的欲望，有如无数条平行线般并不相搏。撒哈拉王朝与尼古拉斯王朝的军队同时有两侧倾角着战场中心的军队，不管哪方的，只要是阻挡在前方的全部杀光，动作利索，全都是一击碎尸。两方的军队速度若奔雷般，轻松地收割战场正中心正在混战的东西方魔族。风云无忌看得心中恶寒不已，显然这两边都打的是相同的主意，炮灰部队全部清光。魔石关注着两方的行动，眼看双方是越来越近了，一种明悟突然升上心来，不管是尼古拉斯王朝还是撒哈拉王朝，都默默地遵循着某种潜规则，这些潜规则显然与正被屠杀的一方有关。但令风云无忌疑惑的是，屠杀这些弱小的魔族对双方到底有什么用呢？就在这时，风云无忌骇然地发现，从斯提拉古战场的两方黑暗金字塔顶，无尽的金色符文化作滚滚的流水，从黑暗金字塔顶端流泻而下，无尽的金色符文流泻到庞大黑暗金字塔底座边缘时，便沿着那层水平面向着斯提拉古战场疯狂地涌来，无数细小的金色符文漫无规律向着整个提斯拉古战场闪电般的涌去，范围覆盖了一半的提斯拉古战场。那些金色字符在穿过前方的本方魔族战士时，如同穿过空气般丝毫无阻地穿了过去。从风云无忌的角度可以看到，两侧模样几乎是相同的黑暗金字塔上流泻下的滚滚金色符文流，
正好在斯提拉战场的中心处，将整个战场一分为二。原本闪电般向着四周扩展而去的金色符文，在遇到另一侧黑暗金字塔流泻而下的金色字符后，原本极快的速度立刻降到为零，静静地漂浮在虚空之中。